OK， 各位欢迎来到 Proto Still Live 的实况。那这款游戏算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游戏，因为虽然我现在是用电脑玩的，可是实际上这是传送门一代的一个 Xbox 360的特别版的一个特殊地图啦，算是一个奖励地图吧，因为这个在正式游戏里面也不会出现。那这边又多了14张地图齁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这是第一关。哦对，然后这些关卡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个叫 Proto Flash version 吗？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的用 Flash 制作的版本就对了。那它是一个 fan game， 然后后来也有出过那个 map pack 啦，就是在原版传送门一代上面玩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这个是，要让这个球过去嘛？可是我要让我人也要上来，因为这些地图我都第一次玩，所以我不是很熟。这样吗？有，简单，下来啦。GLaDOS 不会吵嘞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些地图好像 GLaDOS 都不会出现的样子，我自己是不知道啊，应该是没有 GLaDOS 的对白。哦，它是直接这样转场了，还蛮快的嘛。好，来，然后这第二关呢，这边为什么有点破掉？然后我们要让球球进去吧。那我看一下齁，这样吗？然后我出来，这样，球筒，我们现在再弄一个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有，那边开了，那这样怎么办？哦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，这样吗？哦，这做关卡的方式还蛮新颖的，可是太短了吧？有点可惜，要不然这关卡设计还不错呢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Valve 自己搞的，说不定是，但是应该还是改的啊，因为原版它是直接连着过去，没有电梯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说到原版就是 The Flash Map Pack 的那个地图，这个模组里面好像也有附啦，但是我不会玩的，因为其实基本上一样的东西。OK， 哦，看起来多一点新的东西，这种骷髅头的方块是吧？这个是正常游戏里面就是原版不会有的 啊，这个门为什么已经开开了？不对，就算开开，可是这个被挡住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个按下去它会那个啦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这应该你这按下去是关门，还蛮奇怪的，为什么按下去是关门？按下去不是应该是开门吗？好，不管，过来。哦，有，这个平台下来了。这哪应该不会怎样吧？应该跟一般的方块都是一样的。我要怎么？哦，等一下我懂了。这样啊。好，你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哦，打开那边的。可是我怎么过去？哦，这也可以打。那这个呢？哦，这是开门的。可是这样我要让方块上来啊。然后再往这边回来，我是要用这个方式再拿一个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吧 ？OK， 过了。OK， 这是第四关，我们进展还蛮快的，其实。然后这是要干嘛？我先过去看看。好，这个是开那个，另外一边是哪里啊？哦，上面。哦，前面那边有个地方可以打传送吗？这边呢？我是要带方块过来，是不是？我要带方块过来。我好像理解为什么它是骷髅头方块，因为那骷髅头是不是表示说我要把这个方块弄掉之类的？应该是吧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吧，然后把这个方块弄掉，然后让它过来，这样，有，这样就过了。这该不会就结束了吧？好短哦、喔。来第五关，这是什么？会电。不知道为什么正常地图没有追加，而是在 bonus map 才有，奇怪。
OK， 来，这个案子是干嘛？好像是这个电源用不掉吧？啊，这个要怎么办？我直接跳过去哦，会不会来不及？也不会。好，然后来到哦，这边竟然要动量啊，这么快！我大概懂这个的设计啊，这个是不是在这要打一个传送门之类，然后等那个电没了之后，我要跳下去。哎、欸，有！哎、欸，有了！哦，不要那么高了、啊，真是。好，门开啊！问题是我要怎么过？我这要用那种很刺激的方法，像上下上下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？感觉是，他这个都抬起来了。哦呦呦呦！哇，太刺激了吧！这个 Xbox 上面要用到，这种摇杆会超难玩呢。天啊！不过我们还是很惊险的过关了，太惊险，太惊险了。哎、欸，这什么鬼东西？这什么意思？很可怕哎、欸！我还以为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好过来，然后呢？嘿，大家摄影机，然后呢？这样。上去，这边不会告诉我过吧？哦，还没，我想说怎么那么简单？我们是要过去吗？啊，可是这边有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突然播起怪怪的音乐？是走不上去吗？能走吗？不行啊，倒是可以穿过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有东西在这边哎、欸。然后呢？哦，是从这边跳板啊。所以应该是这样吧。哎、欸，不要飞下去，快！哎呦，哎呦，好危险哦！然后下来。哇、哦，这 Gladys 感觉越来越想做掉我们了。虽然这应该不是 Gladys 搞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我直接下去我就死了。哦呦，危险哦！我应该有方块什么的，我没有方块、欸，我没有方块、欸。这种哦，它速度很快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是传送门二的光桥吗？是哎、欸，这站上去不会怎样哎、欸，这该不会就传送门二光桥的概念来源吧？可是这感觉比较广泛，你、欸、下去啊。OK， 然后，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机箱塔，这感觉好像把很多关结合在一起，你知道？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玩那个，我之前在玩那个 Flash 版的时候，这没有那么复杂，其实。啊！可是上面那个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上去会被他打。会。停啊！你这要穿过一个传送门打我，你真的很……那怎么办？这样吗？可以吧？挡着这個前进。下去啊！太死了。OK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？啊，有的打，好。OK， 还要再下去啊？哦，很多危险的设施哎、欸，真的。那、啊、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哪里？哇、哦，来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哎呦，九死一生，我游上来了。好，然后上面。有一个机枪塔，我看到了，还对着我。然后呢？还有吗？存档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莫名其妙就这样跳过来。然后，哎呦，还有两个是不是？还是三个？三个。看清楚。那、下面都是跳板，下面都是跳板。那我可以，我直接可以不用理他们啊。对啊，我可以不用理他们啊，飞过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过了，哦，终于有比较长的关卡了。这种关卡好像在 Xbox 有挑战模式可以计时玩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应该蛮好玩的，就是会累死你而已。OK， 第七关哦，玩一半了。哦，这边有两个，我好像记得这个，我记得我之前在 Flash 版有看过这个。啊，这个呢？我想一下。两个，其中一个在那边啦，他能拿得到吗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
欸，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东西啊？看起来怪怪的。会不会这个 map pack 其实有藏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？只是我不知道。欸，你们看到吗？那边有一个箭头欸。我觉得很有可能。欸，可以，真的上得来欸。上来可以干嘛？哎呦，我找到隐藏区域了欸。然后这是楼梯嘛，爬不上去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上面可以打。哎呦，好玩咯，好玩咯，第一次看到这种玩法欸。然后这是一个管子，这管子是进去哦，感觉是要进去。哎呦，莫名其妙有压迫感。哦，啊，全部都下去了。哦，我是要松动这个方块，可是我要那么多方块干嘛？哦，这藏很深哦，这真的藏很深哦，我没想到我竟然会想到这样子过关。我这个比那个第九关说不可能的测试还要不可能吧？这谁想得到啊？其实我想到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脚上不是有那个为什么这有个 help？ 等等等等，有我呀。我们脚上不是有那个装置会让我们不会掉下来，从高速掉下来不会受伤吗？那为什么我们头上没有一个装置让我们摔下来不会，就是不会摔到头？我真的觉得他们很需要做这个，为什么没有？啊、然后这边有东西吗？欸，有机箱塔啦。可是我觉得我要死。上面要怎么飞上去？先飞上去吧。我觉得要至少先处理这个啊。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。欸，我直接飞过来了。可是我过来可以干嘛？这样吗？哦，有一个方块会下来。欸，那不是方块，那是球欸。给我球干嘛？我试试看这样子行不行？可是球没有自动矫正，会不会歪掉？哦，还好啦，我再过去就好了。欸，我弄倒他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是什么过法啊？啊，然后呢？过去，应该过去吧。嘿，欸，过了。OK，easy。